呢是由胡笙大师专门为好样乐团编写的，它是一首充满了拉丁风格的乐曲，也是首次在台发表，请大家好好欣赏，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欢迎热带雨林。
黄昏的故乡。
都要打开我们心里的窗，面对阳光，迎接幸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带来压轴的最后一曲《相思雨》，请掌声鼓励。